往哪儿躲呀？那都是你的好儿子。院子里不少活呢，我拾掇拾掇去。让他们先着。生子可跟院里玩呢。借引子。生子，回屋来。行了，孩子都站半天了，开骂吧。骂就骂的，都是祖宗啊。妈，你有气就撒，你想骂就骂，你可别这样说，多不好，多不好。那我问你，那一通瞎做是谁的主意？你看这土匪闹得这么凶，那谁家还不得做点准备啊？啥意思？那谁敢上老杨家这么折腾啊？啊！你那都是老黄历了，你还以为是大哥当瓢把子那个年月呢？现在出来这帮人，个个是青头愣，他才不管谁家谁家呢。那你这又是啥意思？嫌我老了，啊？赶不上趟了，哼！拿这话来唬我呢？那我问问你。拿那些破玩意儿能挡得住谁呀？你就是挡不了，他们要闹腾进来了，能撂到几个撂到几个，总不能干等着让人欺负吧？咱家是好欺负的啊，这不撂到两个，跟谁结仇啊？谁死了弟兄，谁不急眼呢？土匪咋的？都寻思寻思，但凡有好好的日子过。谁能扛杆子上山当土匪呀？干脆说吧，您老两位到底啥意思？啥意思呢？要我说呀，把那招猫逗狗的东西啊，全都给我拆了。咱们老杨家是本分人家，不整这一套。咦，妈，你说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干脆分家得了。你看看。这就说到正题上来了，这折过来调过去就是闹分家。老大也闷着，放个屁给他们听听。他们都老大不小了，也都成家立业了，愿意单过就让他们单过去吧。我跟运昌跟着您二老，还有生子也守在您身边，以后今后有啥事儿无的，您打个招呼，他们哥几个都过来。哎呀，大爷，照你这么一说呀，我不就成了贱种了吗？那非得把你们聚在一块儿。妈，您心里想什么？我知道，您恨不得这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凑在一起，日子过得红火，您老人家心里安顿。可这就是今后分开过。这逢年过节的，您不张罗，他们哥几个不也得过来吗？这平日里，您老人家也省着跟他操心受累，不是吗？都是我的孩子，不舍得撒出去，是我。行了，说啥也没用，是早晚的事儿，就这么着吧。这地界儿，哎呀，哎呀。
小兔崽子，给我下来！看我不揍你！你舍得？啊？要是打着别人，你可能会揍他；这打着我呀，你就活该了。你过来，拿来！你早揍啊！你打人眼睛呢？ 爸爸是对的，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不让你玩这东西吗？你想啊，你要是把这东西打到别人家的院里，砸着人了，砸碎人家的玻璃了，不又给家里惹祸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喂喂喂喂喂，兄弟！ 这不受枪伤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喂，林超，这谁呀？咋的了？哦，刚才我在路上碰上了，不知道哪股瘤子把他打伤了。哦，快抬到屋里再说吧。好，啊，起来，起来，兄弟，来来来来来，来，到这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哟。 大侄子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怎么还把圣人整家里来了？这不招待惹祸吗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何况他躺在家门口了，你说我能不管吗？他什么来头你知道吗？回头你再把胡子招到家里，那你的脸可就露大了。赶紧的，哎呦呦呦，哎呦，我说把你这舌头给你改下来，都不知道长成这张嘴你。这咋着了？ 我不是也为了你大孙子好吗？你滚一边去！行行行行，哎呀，反正我是看明白了，咱这一家都是亲的，就我是捡的。再说，行了吧你，别净惹妈生气，咋整的？我不是没说什么。行行行，别得了。说正事儿吧。运昌啊，这人是从哪边过来的？东边。哦，路上我就救过他，被一帮胡子把钱给抢下来，还打伤了。 太奶奶咋跟你说的？嗯，不能拿这个玩意儿。你看咋样？还是让你爸给撅了吧。啊，奶奶。哎呀，这是给您带回来的烟盒吧。看，哎呀，手咋冰凉了呀？刚回来呀。这外边太乱了，我们躲了好几起儿。啊。屋里的。哎，去把我的家伙事儿拿来。哦，我就把它伤口给整一整。啊，这就去。快。 这小子可别死到咱家了，没事还得发送他。哎哎，吴叔，你看，你离门口近，你给我弄个亮的，不是太黑了啊？行，正好，我还没见过人道气儿呢。
我先让你倒口气儿，那臭嘴你！不听，不听，那个四哥帮你去拿东西走。四哥，你可瞅见了吧？我是招谁惹谁了？啊，你瞅他妈，你瞅，你怎么是逼着脸子姐？水来了，来，好。哎，你们看他睁眼了。嗯，兄弟。这是我家，兄弟，那钱要回来没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不能动，我得赶紧走。你既然伤得不轻，你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吧，看我能帮上你点啥啊。我得去找洋人，好家伙，我全都被抢了马钱。你是谁呀、啊？谁让你去找洋人的？我屯子的管五爷。管老五，你是管五爷啥人呢？他是我师傅，快到年关了，我去我们全村的人脉吧，半道上碰上偷匪，把我们钱全抢。我师傅说，有事就找洋人。小兄弟，我就是你要找的洋人。哎，你慢着！哎，小兄弟，恩人呐，小兄弟，恩人呐，您可得帮我，一定要把这些钱要回来，要不整不回去我可就我。哎，你先打去，别着急，来，好，哎，有话慢慢说。好，来，小兄弟，既然是拐老五的事儿，啊，就啥都不用说了。你知道抢你钱那伙子人往哪个方向跑了吗？大黑山，他们到那个树林子那儿就停了下来，好像还在等什么。好，我知道。云长啊，嗯，你帮他把伤口整一整，啊。老娘啊，嗯，您在家歇着吧，我得出去的。你知道是哪伙的人吗？别吃亏呀、啊。都是一帮新起来的小崽子，跑不出圈去。别开枪！下来！你们这些人去哪找？这不找我的。对面的宅子听着，本大爷手里来了百十号弟兄，快到年根了，到你家取点年货。按我单子上开的，把东西准备好，派几个人给我抬出来。今后咱井水不犯河水。放过去。老爷，见人不谢。吃了蜜蜂屎了，咋拉这么大的口子？这上面到底写的什么？你赶快念出来啊！你瞪那么大眼睛，自己看呀！废话，我认得他，他认得我吗？好了。到底写的什么？爹，要我说，干脆先那么几个天灵盖，这太难咱老人家不识数了。他到底拉多大口子？你念出来我听听。棉布十匹，棉花二十袋，步枪二十支，子弹两千发，外加金条、粮食。那行，你陪爹回屋歇着，这儿交给我了。哎，儿子，千万别开枪，知道吗？好，放心吧。走吧，爹，你替我盯着小子俩啊，千万别开枪。别怕，没事啊。爹，你为什么不让开枪啊？你懂什么？对这些马贼，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得罪他们，因为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这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再说，我们刚来此地，最好不要去惹事儿。爹，那他们要是不走，咱们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为了对付这些马贼，我苦心经营，修了这个暗堡，他们不会轻易打进来的。只要他们得不到他们要的东西，他们自然就会走。二当家的，那家伙手里拿什么东西？我也看不清啊。喂，对面的姚主，你们吃了棉花了？拉线儿呢是咋的？我东西准备好没？
准备好了就给我抬出来，要不然大爷我可进去取了。对面的兄弟，你要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家没那么多干货。哼，弟兄们给他整个动静。行，来搂他两条。老爷不要开枪，尤其不能动这家伙。嘿，老爷，这回有了吧。对面的兄弟，你把喇叭举起来，咱俩唠两句。你跟我有啥唠的呀？你走近点，我听不见。没事，找我。哎，那边小组，俺知道你们是个大宅门，俺要东西也不多，你们一定有。好枪法，你看你还敢不敢来了？弟兄们，给他整个大动静。臭小子，不是告诉他不要开枪吗？打死他！杀他！别开枪！别动！不是，你不要开枪，不要开枪，怎么开枪了呢？爷，人家都欺负到咱头上了，我能不打他们吗？快搬去，快搬去！这怎么办？快搬去！大哥，左边他们有机关枪，能咋办？人家有硬家伙。对面的脚主，我瞧出来了，你也是个硬摇。可本大爷，我求财不求技，东西先给我穿在你那边，我走了。你要是好汉。别从我背后开枪啊！弟兄们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走，走，走，走！胆子挺肥呀，再往前走就不怕天灵盖让枪子给掀了。对面的好汉没整明白是哪路柳子就随便伤人，这是哪家的规矩啊？既然明白规矩都快烫到跟前了，你咋还不下马呢？啊，难道你家瓢把子没教过你啊？算你小子明白，敢坐在马上往前硬烫的，这还用问吗？长辈，嗯哼，这位马上的爷们儿，听你这话口，像是扛过靶子呀。可据我所知，自打老洋人散伙以后，我还没听说过哪位长辈又重新挑过旗呀。啊，能不能告个名号，好让晚辈知道敬的是谁呀？你在这大黑山白柳子。你可知道拐五爷？哎呀，你是拐五爷呀！啊，哈哈哈！哎呀，五爷，我占的是你扔下的山头，借的是你的余威，可是我没冒用您老人家的名号啊。这个我不感兴趣，可你今天圈的货与拐五有关。那你到底是谁呀？啊，能不能说出来？也好让晚辈知道栽在哪了。这个你甭问，我是给拐五要马钱的。等等，既然你不肯报上名号，我也就不能凭你这几句话撂下这份买卖啊。如果这钱真的是拐五爷的，我给他老人家亲自送去，再加上金条赔罪。要是你敢冒用拐五爷的名号来蒙我，嘿，那就对不起了。
你这屁股底下这匹马我留下了，你呢就给这片林子当肥料吧。啊！好小子，啊，是块扛把子的料，该守的规矩得守，啊，横出来的亏可不吃。你少给我瞎咧咧啊！你谁呀、啊？你个老瘪犊子！你听好了，你要是再不报上名来啊，老子是手里的家伙，抬手就把你给崩了。好小子！够豪横的，听好，杨仁。您是杨老前辈啊？哎呦，我被得罪了。没事了，嘿嘿，没动静了，嘿嘿，指定是砸开了，啊？哎，刘天，这不就谁家呀、啊？又遭了殃了。从打把手吧，把那坑该填的填了，把家吧该收的收了。行，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弟兄们都没事吧？没事。妈，今天他妈硬摇没砸成，老子就不信，连个软摇我也砸不动。弟兄们，跟我回去。走。今天土炮大爷带着兄弟到底家，只为借点钱粮，识相的话把门打开，否则杀你们爹娘。啊，不好了，胡子来了，胡子来了，胡子奔我们这儿过来了。哎，胡子冲咱们这儿过来了。哎，行，这胡子冲咱们这儿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，你黑压压一大帮啊，你看准了没有？还错不了。哎呀，那赶快开炮打呀！哎，现在到我家捡来，就是给他打炮有啥用啊？妈，老太太吧，老太太，老太太不好了，咋不好了？还吵吵嚷嚷啥呢？外边那么些人呢？嗨，你就把那个院门打开，把那些值钱的东西都铺在炕上，把那凉凳抬出去，摆上一溜。我说大伙儿、啊、呀，别在这儿戳着了啊，哎，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进屋暖和暖和吧。你们要的东西啊，老太太都给你们备好了，进屋吧，要啥有啥，暖和暖和。哎，别动，过去。
瞅着这小子还挺结实的。哼，老太太，外边那阴院的老爷们呢？家里您老主事啊？啊，老家你回头把那个烟破了给我递过来。这垂手之劳还使唤不得呀、啊、哼，这老太太真有理的呀。咋的，用不用再给您老点袋烟呢？听你这话茬，你好像也是个孝敬的孩子，是不？我虽然不知道你爹妈是谁呀、啊、可是我这老太太知道你爹妈但凡有点办法呢，不让你出来挑杆子了，这是逼得你没法子，是不？是不？娘啊，不过拉前辈，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这是养老前辈的家啊？啥？哎呀，哎，老前辈，晚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冒犯您老的神威，您要高兴啊，您随便收拾。不知不为怪，都是为了混口饭吃，难免犯点忌讳啊。不过你们这些县二金扛大旗的，能给我这退隐的老朽这么大的面子，我已经是感恩不尽了。不敢不敢，叫老前辈。不过我现在承受不起这个，快起来快起来。哎呦，那他妈谁呀、啊、找死啊？干嘛呢？绳子又有仗势了是吧？对不起，孩子小不懂事。好，打得好。你李超带孩子进屋。哎，妈，没惊着您老吧？这能惊着我吗？老大呀，哎，你带来这位是谁呀？这听着话茬好像是我这干儿子的瓢把子，哎，还挺威风的。您老是养老前辈的高堂吧？小辈给你赔罪了。什么罪不罪的呀？我刚才呀跟土炮唠了几句。
没爹没妈的，哎，怪可人疼的呀。我说老大呀，你也别打呀骂呀的，啊，这不，这孩子挺有人性的，啊，挺招人稀罕的。今儿个老太太收了你了，当我干儿子，得了，当院怪冷的，回屋。李老板，都给我跪下。这咋了？这是，啊，这倒是把我老太太给惊吓住了，咋的？啊？老高堂在上，晚辈有个请求，请您老人家抬抬手，让杨大瓢把子重新出山，经过大火都跟着他干，今后啊，求个好奔头。哎呀，那你叫啥呀？哈，晚辈徐汉。那你因为啥拉杆子呀？日子没法过，兄弟们都寻思啊，出来奔条活路。那家里人都愿意替你们揪这份心呢？嗯，有啥法子？不出来他，一家老小都得饿死。哎呀，这要是扛了六子呢，这免不了大家劫舍，杀人越货呀。等我死了吧，啊，我死了呢，你们大家想干啥干啥。可是我这人还活着呢，不是吗？啊，我活着一天呢，我就让我这些孩子们都挣口干净的饭吃。啊，你们大伙一样啊，人各有志啊，是不？不管干啥啊，吃饱喝饱就行了，啊。这不管是硬摇啊，是软摇，它都是人家，不是？啊，买卖归买卖，道归道，这不能伤人呐。积点阴德，行不？我这老太太呀，哎呀，折腾了大半宿了，累了，歇着去。你老人家既然这么说，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。可是有句话我得留下呀，就冲你老人家这份明白和杨大瓢把子父子的这份账，老杨家的人我认，今后不管到什么时候有用得着我徐汉的啊，只管言语。李哥，把东西都给我抬进来。这些东西呢，是我孝敬您老的，晚辈告辞了。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！这东西呢，我不能收，我心领了。老太太有一方子儿子，你瞅瞅，一方子儿子，不缺吃不缺喝的。这点东西呢，你拿走了，在外头烧热几档子货，是不？啊，让我老太太也替你们爹娘呢。少揪点心，知道不？拿走吧。老太太，您说的我徐汉没话说了，可您记住了，在我心里头啊，永远敬着您呢。我既然扛了这把子了，这趟柳子呢，我还得趟下去。可是您的话，我记住了啊。杨前辈，话都说透了，这些家伙，我拿走。这些个花的用的呢，就存在老太太这了，这点面子您得给我。徐大当家的，你跟老太太的事儿，我可不敢插嘴了。哎，啊，您这话就把我顶死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呢，还得麻烦你。这拐五爷这钱呀，我呢，我连夜给他送回去，这事儿总成吧？啊，没问题，这个我给你引道。行了吧，前辈就是前辈啊，从头到尾你们老杨家这点事摆得明白，晚辈佩服，我是心服口服，外加佩服。那晚辈我就告辞了，告辞。叶师傅，撤。爷爷万万没有想到，
抗匪队刚刚解散了两年，新的土匪又出现了，看得出爷爷为此感到忧心忡忡。没过多久，几个爷爷都陆续搬走了，我爷爷和我爸爸继续跟我太奶奶住在一起，他们以酿酒为生，过着老百姓们梦寐以求的平静而安逸的生活。茶，嘿，好，把它放好了，把那坛子拿过来，准备过酒吧。咋的，儿子？这撒尿啊？哈哈哈，我儿子认道了啊，哈哈哈，出息了，走上乔福爷爷家。哈哈哈，走儿子。送酒来了。哦，师傅，你看，我给您带来了下酒菜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强子，不许跟云豹出入屋里。不要对小孩那么凶吧。强子，想爷爷了吧？还是孙子跟爷爷亲呢啊！师傅，这小子不咋的了，他咋就不爱说话呢？过去杀人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你们今天得来，国里炖了一只野兔，这只羊就让孙子养着吧。孙子，没想到小小年纪宅心仁厚。归你了。我爸爸和李云豹叔叔都是乔夫爷爷的徒弟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每次见着云豹叔叔，我总想偷偷地射他一耳光。也许是因为他每次都会和我爸爸打
一场的缘故吧。